也写了录了那段音嘛，说他是需要祷告，他是基督教的，所以就帮他选了一个新的地方。二姐就是，反正他一直都是很照顾我啊，对，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台湾啊，从小开始嘛，我跟他感情就比较好啊，对，因为差一岁嘛，对，虽然有时候会打架啊、吵闹啊，可是跟他感情还是都是最好的。他本来他的先生是有说想把他带回他巴黎那边，可是因为二姐有特别写了录了那段音嘛，说他是需要祷告，他是基督教的，所以就帮他选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因为他毕竟也是嫁出去的人，就是对，所以我们帮他选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希望他老公这样子就可以比较不会，因为他们家里是佛教的，对，比较不会冲突，对，跟他的互动就很多啊，真的很多啊，可是他现在反正就是离开了嘛，我们就好好的，对，帮他办完最后一层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，可是听说他都还是会拿钱给你。对啊。对。他是就是对我很好，我们两个每次都比如说他生日我包红包给他，然后我生日他包红包给我，然后我们两个后来都想说不要这样包啦，然后就用送礼物的啊，那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啊。对啊。你说告别式的时间地点？就是下礼拜一的早上，对，地点在那个好像有地址吧？对，一滨的二滨，在二滨，对，在二滨，对，那边比较不好停车，所以到时候好。所以确定是二滨，因为昨天传出来好像是说在一滨吧？没有，我到时候再跟他们确认一下，好吗？好